大家好，我是 CDMS 师傅。那我现在这个是 iPod Touch 第五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iPod Touch 第五代，然后四寸的萤幕，所以目前还没有可以越狱 iPod Touch 第五代的方法。但是你看到我这里有 Cydia，那如果你在问这个怎么拿到的，这怎么去下载的 Cydia，那方法很简单，不过这个 Cydia 是假的 Cydia，所以没有办法使用。没有办法真正的使用，这个只是一个拿来骗人用的。所以，首先你要先去 Safari， 那进去 Safari 之后，你要打 O P E N A P P M K T Open App M K T。那接下来你进去之后，他会叫你把这个东西加到你的主画面萤幕里面，那你就把它加到主画面萤幕，像这样加入。好，你可以看到这里 Open App NKT， 那你把它按下去。接下来呢，这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程式，你可以去用。那我们接下来要先去Top Apps， 看到按这个 Top Apps 按下去，那接下来这里会有很多，那你要选择这个叫做 Cydia Installer 加 Jailbreak， 它这里是 Cydia Installer Plus Jailbreak， 那你按下去 Free， 那接下来 Install App， 它就会把你带回 Safari， 然后呢按下去之后按加入主画面。把这个名称改成 Cydia， 那你的 Cydia 就会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同时拥有两个 Cydia， 或者我可以用100个 Cydia 在这里都没有关系。那 Open App MKT 还有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也可以去找下载 Facebook。那如果你有很多 Facebook 的账号，然后你想要同时在你的 iPod Touch 上面用的话，你就可以一直下载 Facebook， 你就可以下载100个 Facebook， 如果你有100个 Facebook 账号的话，所以你要下载多少个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你要按 Install， 然后把它加入主画面，然后 Facebook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我有用过，有办法正常的使用，跟这个的 Facebook 差不多，所以这个就是 Open App MKT， 蛮好用的东西。它里面也有蛮多蛮好玩的东西，所以你也可以去用。那像这个，像这个 Siri No Jailbreak， 这个我试过了，它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 Siri No Jailbreak， 它只是骗你的，这个没有办法真的用。它会叫你去安装个什么东西，或是其实没有办法用。那这个 Installers 也是没什么用的 Installers， 它没有办法真正的下载这种东西。那这里就会有蛮多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用用看，这还有 Minecraft，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游戏，只是这里面的游戏都不是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Music， 接下来我跟你讲这个 Music 这个东西其实蛮好的。这个 Music 的程式你只要按下去之后，它会让你下载，然后你就可以听所有的音乐，英文的音乐，英文的歌，所有的歌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下载。那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就是 Music， 按下去就所有的音乐都有办法听，英文的哦，只有英文的音乐。那这个就是 Open App MKT，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刚刚那个地方也有 YouTube，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iOS 6上面也有 YouTube 的话，你也可以去刚刚这个 Music 这个地方，然后拉去这里有 YouTube，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因为 iOS 6如果你没有越狱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用到以前的 YouTube。那就刚刚就当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再多试几次可能就有办法用。
那这个就是 OpenApp MKT 一个蛮好玩的东西，你可以下载一些里面有的东西，那就蛮好玩的。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咯，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那也不要忘记去 CDI Master 西夫的 Facebook 粉丝团去按个赞。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